好了，就告诉我。好啦，请开门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谢谢啊。啊，那个他出狱了，他出狱了。对，然后对监狱长说了一声。回答正确。 先玩了，我们都没得玩。这女的闭麦，太吓人了。哎，但是太快了吧？那几个一出门看到外面的天地，然后呢，那种可能之前干过一些坏事的那些小习气还在，然后主要是回声对里面的人。回声啦，谢谢。这个对，这也太快了吧！现在我给我一张 S 卡吧。谁给你六张？还是应该给我吧。